要这样，不要考虑你们。大家好，今天在家里面烙几张饼，这是手抓饼，这是我叔，今天他过来了，烙几张。我还有多少人是电给他讲的？俺一个小时，俺要一个小时，对了。你要有啥？啊？好啊！快了，快，快到了。这放下要放满油，放下要放满油。嗯，放油再见。要一排一排排要放油不？他们给喝出去。不稳，他妈的笑你！这里，看这里。嗯，电脑，电脑的进棚车就可以了。公安有的过，过又好，过又好破噻。好吃。这手抓饼以前在深圳打工的时候经常吃，五块钱，五块钱。三块钱、八块钱，要看里面放的什么料。快点吧。快点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这最好的东西，你妈妈。你不能进，你妈。加油啊！你这里才泡茶。快茶，就没放料而已。放几个包包，放几个包条。你妈田种的是地的。嗯，妈。哎，好家。好家。嗯。哎呀妈。好了，这下不玩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十枪子。十枪子呀，你可以先买。这下握把要不？握把，哎，握的好的。我摸过你。那里面有盐的，哈。嗯，没有的。鸡腿不？煎饼吃啊！想吃的就过来啊！这我叔从来都没吃过这个。阿哥慢点。哇，你喝的狗条啊！这里的排骨，好吃。你搞个排骨。这鸡蛋是自家鸡生的土鸡蛋。你得放一排子是啊，你是各口都来放。够强的够干。好久。你都不够。这个爆炸强。在哪里把你爸爸？这上次做的放了一点。青菜，抬过来，抬过来，抬过来！不要抬，十个要抢个，不要抬，抬点点子。你就抢哎，但你没拿我要抢。姐，来我把鸡剁点。放一点番茄酱。俺们家那个番茄酱。你是没得，我不要，我马上抢到去。番茄酱好甜不？好甜，我们家可能没。蒜你吗？有没蒜？好甜。还够味啊。就那个，好吃。这味道还不错。想加个就来哈。要咸的嘛就来，要这节目。嗯。哎。没有这保鲜时间。